就这样子吧。嗯。要吧。嗯，好，可以。嗯，大吗？开始。嗯，开始，继续。嗯，继续。好，继续。学哪个？英语啊。哦，可以。你把整个语音拍下，然后学。嗯，拍着，拍着。嗯，可以。你哪里？你在哪里？这就这样。啊、哦，我就拍着。嗯。灯还没亮。等着他嘛。现在还没亮。啊，是装了，这样现在。这个你不是点过了吗？是啊。这里前面你都有，你就从那里截就可以了。没事，再拍一下，刚才跳了一招。哎、嗯，动了不动？它会动的。是吧？嗯，这个速度就不一样了。嗯。业务员工准时发走，还搞什么架势吗？那人家也不可能飞。你一修一修好就马上发走，关掉。你电模至少有五六套。点这个，嗯。你要把这个偷出来。放哪里？放到我的电脑上面。你直接点复制也可以。不要。下次直接点复制。你要点这个。点呀。复制。对呀、啊，没看到，在，嗯，好，应该到 C 旁，看到没有？嗯，没看到。嗯，没事的，客户知道，这样子双击他知道你在说的，他们是这个吧？USB 接送吗？那刚才不是全？这个好像是空白里面是吧？嗯，好。SCM 你确定一个？没点呢。出来啊！你要告诉人家那个人家想对你搞一些事情。弄不出来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个不用点，不用勾什么吗？点这里。嗯。嗯，可以。要点这里。嗯。嗯，你要点我的电脑。嗯，西方。嗯，那个 USB 驱动安装，就那个嘛。嗯。然后呢？还有嗯。还有呢？点下一步。嗯，好。三，这边要不要拍？点下一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。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。你不用看这边。OK 了。嗯嗯。等一下，还有一遍，一样的。嗯。好，走。嗯，再点这个下吧。我要不要看一下那个？不用，那个不用看。然后好，可以。还是这个。嗯，等下一步，我不换了，不要换了。好。嗯。你在说什么？直落。来，你看右键。嗯。你啊，好，接着走。
看拍照。像光的这个，你把前面那一次的把它剪掉。嗯，好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开始。把这个复制下来。嗯。你等一下 copy， 点右键。然后呢？然后你点哪个？关掉。鼠标。关掉。好。你要在下面这个关掉。嗯。关掉。你要在这个关掉。嗯。你要在这里。嗯，点点点。嗯。嗯，好。然后呢？好。嗯，好，关掉。嗯。然后呢？嗯，就可以了。这是什么？对呀。你这个。怎样？对那个。嗯。对这个。嗯，对。嗯，选择。选哪个？等一下，看再点开始。嗯，那再点。右键，嗯，点这个，嗯，点这个，嗯，对，右键，等一下，点这个，点这个，嗯，点这个，点，点这个，嗯，看我。好好，双击是吧？嗯。然后呢？点这。你在哪里输呀？好，好点。嗯。你要点这个。嗯。然后呢？点这个。点，鼠标在哪里？看不到。在康姆五上面。好。改成康姆三了。改成康姆一。嗯。看到。然后呢？有点 OK。嗯，可以。有什么变化没有？等一下，它会变的。再点 OK。嗯，可以。再点关闭。嗯。再把这个关掉。嗯。再选择这个。嗯。看不上。看不一。是啊。有点 OK。嗯。你要点这个连接，等一下，好，好，啊，可以关掉了，看到没有？嗯，开了。然后呢？现在就可以了，就怕它闪，怕它闪。